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收看这场透过棒球电台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的比赛，我是主播张立群，还有我身旁的球评杨金龙教练。看来今天会是一场投手大战，这球投得相当精准，这个球目前球数是 1-0， 投手投球打者很仔细的选球，选到了一个坏球，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投手准备开始 strike， 好球，挥棒落空，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投手挥了一个大空棒，三振出局。目前是一出局，打者正在准备进入打击区。Strike， 好球，挥棒落空。目前球数是一个好球，投手准备开始投。这一球打得相当高，也相当远。这支安打恰巧落在中外野手前方，打者的技巧真是厉害。这个球的位置很刁钻。打者还能够击出安打，打击的技巧真不是太好。目前球数是一个坏球，这球没有骗到打者。我这里打架金高酸。目前球数是两个坏球，这是一个坏球。看起来打架都一点设定自己的。目前没有好球，三个坏，这球打者没有挥棒，好球一个。投手球的问题。目前球数是一好三坏，打者选球选得非常漂亮。球酸掉金特，投手投出，这是一个坏球。我这里搭架金高酸。目前球数是一个坏球 ，strike， 好球，挥棒落空。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投手投出，二垒手一个漂亮接球 ，nice play。目前是两出局，得点圈上占有跑者，打者正在准备进入打击区。安打安打巧妙地穿越了二三垒之间，这安打打了不错，真的不简单。目前是两出局，目前一垒有人，打者正在准备进入打击区。目前球数是 1-0， 这球控得超出好球带了。我这里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投手投三垒手顺利接球。结束了这个半局，这个半局一局，目前是没有人出局，打者进到了打击区，投手投球了 ，yes， 这是一个好球，原来刀雀总共亏熊了，目前球数是 1-0， 一二垒，这个球对球点的判断非常正确，基本功很扎实，投手投球了 ，yes， 这是一个好球，原来刀雀总共亏熊。目前球数是一个好球 ，strike， 好球，挥棒落空。这只球捡了真好，真正。目前球数是 2-0， 球飞出了界外。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没有解决掉了打者，投手送出了一张老。现在是两人出局的情况，打者进到了打击区。恰恰的打击方式，全面性，他有他独特的风格，内呢可拉，外可推。所以对投手来讲是很难对付的打者。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没有打者很仔细的选球，选到了一个坏球。这个投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一个击出了中右外野方向，安打安打，打者打穿了一二垒防线。这个球的位置很刁钻，打者还能够击出安打，打击的技巧真不是盖的。投手第一球投出，这是一个坏球。这个投球的姿势，看目前球数是一个坏球，没有这球投得相当精准，这个球相当牛。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 ，strike， 好球，挥棒落空。这个球捡了金。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打者很仔细的选球，选到了一个坏球。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两个坏球。有一手这球接得不错，留下了残垒。目前是没有人出局。打者站在打击区上，
手这球接得不错。现在是一人出局的情况，打者站在打击区上，新一代强力捕手的最佳接班人，虽然在打击方面是优于守备，不过教练不断的提醒他守备的重要性，所以他也把捕手这个角色扮演得非常的恰当。这是个坏球，打者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投手投出了一个坏球，这个投准，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两个坏球，这球没有骗到打者，这里打，目前是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投手投解决掉了打者，投手送出了一张老，目前是两出局，打者站在打击区上，这球没有骗到打者，球的位，目前球数是一个坏球，没有好球，投手投出右边方向的界外飞球，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投手投出，这球打成了界外。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投手投球了，左边方向的界外球。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投手击成了一个外野飞球。Hito，Hito，Hito， 安打出现了。击球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好，强劲的安打出现了。哎呀，错！现在是无人出局的情况，打者站在打击区上。Yes， 这是一个好球。起来倒去。目前球数是 one nothing， 三垒手成功的把球接进手套。现在是一人出局的情况，打者站在打击区上，投手第一球投出，好球进垒，投手球的位置非常的刁钻。目前球数是 one nothing， 投手投球了，有一手接球，这球出局。目前是两出局，打者进到了打击区。看到周董打球给人相当的荣誉感，只要他很会选球。目前球数是一个坏球，这球飞得非常深远，这个球对球点的判断非常正确。球比表演要美观。投手准备开始投球，打者把球击出了 foul， 目前球数是 one nothing， 投手准备开始 no， 这球控得超出好球带了，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投手投出，有一手接球 out， 球的处理非常的快。现在是一人出局的情况，打者正在准备进入打击区，二垒手顺利接球 out， 判定是出局。目前是两出局，打者站在打击区上，真的是台湾棒球未来的中流砥柱，他可以说年轻的新秀，不管在国际赛事的表现，在中华职棒，右外野方向的安打，右外野手只能看着球落在他的面前。哇哦，挥棒的动作非常的流畅，这个挥棒的动作可以成为教科书的典范。球传到二垒，有点惊险，还是判了 safe。面对脚程快的跑者，投手要多留意一下。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哇，这球挥慢了，挥棒落空。这球肯定要。目前球数是两个好球，这是一支朝着一垒方向的强袭安打。打击的技巧真的不错哦，击出了爽快的安打。现在是两人出局的情况，目前一垒有人，秀秀秀，哇，这个球直接往全打墙飞去 ，home run， 高，突然 home run。酸球的 gate， 这支全垒打带起了全队的气势。右外野方向的安打，右外野手只能看着球落在他的面前。这球的位置对打者非常有利，打者当然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机会。一垒投手，球传到二垒，投手相当轻松，安全上垒。投手出手的时机被投手捕捉到。目前球数是一好一坏，这球飞得非常深远，这个球对球点的判断非常正确。看到这个精彩守备，让观众朋友大开眼界。投手第一球投出，这球打者没有挥棒，好球一个。起来倒。目前球数是 one nothing， 这球打者没有挥棒，好球一个。投手球的目前球数是 two nothing， 保守界外球。
目前球速是 2-0， 中外野方向打出了很高的飞球，轻松协议的挥棒，球刚好落在中外手的前方。豪迈的挥击，以完美的击球时机，这位选手的状态保持得不错哦。No， 这球控得超出好球带了。打准。目前球速是一个坏球，没有好球。投手这支安打非常巧妙，落在独安手面前，可惜差点就接到了。打击的技巧真的不错哦，击出了爽快的安打。投手投出。这是一个坏球，这个投球的姿势看起来，目前球速是一个坏球，没 yes， 这是一个好球，这个球相当流利，目前球速是一好一坏，打者很仔细的选球，选到了一个坏球，这个投球的姿，目前球速是一好两坏，哇，这球挥慢了，挥棒落空，第二球可以了，目前球速是两个好球，两个坏球，中间方向落地，今天安打，豪迈的挥击，以完美的击球时机。这位选手的状态保持得不错哦。投手第一球投出，这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还给大家。目前球速是一个坏球，没这球打者没有挥棒，好球一个。给他一刀。目前球速是一好一坏，好球进雷。投手球的位置非常的刁钻。目前球速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投手投球了。球朝着右外野手飞去，是一支右外野方向安打。打击的姿势很美，挥棒的动作很流畅，看得出来这位选手近况不错哦。好球进雷，这个球相当有尾劲。目前球速是一个好球，投手投出。看到这个精彩手背，让观众朋友大开眼界。投手投出，投手投出了一个坏球。我这里打架金高帅，目前球速是一个坏球，没有好球，打者把球击出了 foul ball 界外球，目前球速是一好一坏，投手投出第三球，游击手处理的这个手背，对击球的位置判断量非常好，投手准备开始投球，这球投得相当精准，投手球的位置非常的，目前球速是一个好球，哇，这球挥慢了，挥棒落空。目前球速是两个好球，没有坏球，球飞出了界外。目前球速是两个好球，没有。打者很仔细的选球，选到了一个坏球，球的位置都。目前球速是两个好球，一个。这是一个坏球。这个投球的姿势看起来是开掉了。目前球速是两个好球，击出一颗内野上方的小飞球。这个球对球点的判断非常正确。球比第二尿北半。